后，蒋介石为自己制定了一个重要任务。蒋介石他的一个重要的任务呢，就是要在战后制止共产党势力做大。三次电邀毛泽东到重庆和谈，蒋介石到底有何目的？他把毛也好或共方也好逼到一个角落，就说你看，今天你跟我谈也很难，不跟我谈也很难。面对一场鸿门宴，毛泽东共产党方面又将何去何从？周恩来当时也判断说，这个蒋这个时候来发这个电报呢，纯粹是这个欺骗。危急时刻，毛泽东不顾安危亲自赴渝，他的人身安全谁来保障？美苏可以担保他的安全。天涯共此时为您讲述重庆谈判之前，毛泽东与蒋介石之间鲜为人知的较量。现在您看到大屏幕上的这张照片呢，是当年毛泽东和蒋介石在一次晚宴上共同举杯的场景。那么在历史上，两人举杯共饮的瞬间啊，只有在重庆谈判期间才出现过。当时呢，正值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那么国共双方为了中国未来的走向，进行了为期43天的谈判。那么究竟这一场谈判是怎么成型的呢？今天我们就为您请来了两岸的嘉宾，共同为我们讲述重庆谈判成型之前，毛泽东和蒋介石之间究竟发生了怎样的故事。有请二位，欢迎您。您好，请坐。谢谢。1945年8月10日晚上8点，重庆求精中学附近突然响起阵阵欢呼声和鞭炮声。此时日军侵犯中华大地已有8年，被铁蹄蹂躏的中国一向少有如此的热闹与欢呼。同所有人一样，时任重庆国民政府主席的蒋介石也发自内心的感觉事情奇怪。蒋介石顾不上来访的墨西哥大使，立刻让自己的副官前去打探消息。不久，手下人传话回来，放鞭炮的是美国大兵，美军总部刚刚得到消息，日本人投降了。听到手下这样说，蒋介石的心中却是喜悦与惊讶参半。对这位最高军事统帅来说，多年的艰苦抗战目的就是为了胜利。如果胜利的消息临近，蒋介石应该开心才对，为何又会如此惊讶？抗日战争的结束是非常突然的。嗯。当然大家都知道抗战会胜利，但是直到1945年年中的时候啊，那时候估计还要再打1年左右。嗯嗯。啊，但是后来这个由于这个8月6号，这个9号美国扔了2颗原子弹。那么同时呢，这个8月8号，这个苏联对日宣战，9号苏联就出兵了，这样这个战场形势一下就发生变化。那在国共双方呢，也是开了两个很重要的会。蒋介石当时就说呢，这个他的一个重要的任务呢，就是要在战后制止共产党能够势力做大。嗯。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党的方针也开始转变了，就非常担心这个抗战一结束。内战就开始，所以呢也开始做这个军事部署。开始的时候呢，主要是觉得就是国共两党呢，有可能实现和平建国。但是到了这个会议快结束的时候，情况就发生变化了。所以我们看到呢，这个战争结束之前，国共双方呢，在国内问题上，这个都是有所考虑的，而且这整个的形势也是越来越紧张。1945年8月10日晚上9点，第一时间接到信息的蒋介石知道，现在正是最关键的时期，采取怎样的快速反应将带来截然不同的效果。而在这种重要的时刻，来访的墨西哥大使仍然迟迟不肯离开，这让蒋介石焦急万分。那天晚上是蒋介石正在宴请墨西哥驻华大使，那所以他听到欢呼去打听以后呢，那这个知道说日本投降了，那时候其实他急得要死，可是大使不肯走，就一直在聊天，所以经过外交部次长两次提醒着大使，这大使才走。蒋介石一面佯装听墨西哥大使讲话，一面在心中盘算，
共产党方面一定仍然在前线攻坚日军，这将会极大的影响将来对日军的受降问题。日军投降以后，各地会留下许多真空地带，在这些地区中分布着许多交通要道，此外大批的军事武器和战略物资也将遗留下来。如果国民党能在最短的时间内先于共产党接管这些地区，将会最大程度地收获胜利果实。因此，焦急万分的蒋介石送走墨西哥大使之后，连夜召开军事干部会议，并立刻发出电令，一方面要各地军政长官维持治安，确保大中城市不会落入共产党之手，一方面要美国空运国民党士兵到各处战略要点占据地盘。中国战区美军司令魏德迈对这一行动曾评价说，这简直是历史上最大的空中调动。8月11日，就在蒋介石密集地向手下的军队发出多封电令的同时，有一封最紧急的电报却发到了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总司令朱德手中。当时蒋介石哈，在这个问题上他是怎么打算的？8月11号呢，蒋介石给中共的部队呢下了一道命令，啊，就是这个中共部队要原地驻防，啊，不得擅自行动。嗯。啊，此前呢，他给这个正面战场各战区，也就是国民党的部队下的这个命令呢，是积极进行受降，对国共双方的这个军队的政策是完全不一样的。嗯。啊，这样也就使得共产党当时感到这个情况非常的紧张。的确，蒋在8月11号发出的这个给军队的电报中间，那给这个朱总司令的是说原地驻防。那当然，这个朱后来马上就有回电，就来质问这个问题。质问那个问题的时候，那蒋在回复的时候讲说，这是根据盟军总部，就是麦发社在日本的盟军总部呢的一号通令，蒋有这个受降权，国民政府的受降权。那当然是变成讲了一个很好的理由，说不是我个人的问题，反而牵扯到一个国际或盟军的问题。但当然讲的确是担心这个共产党在这个时候能够大量的扩张。因为共产党长期是在敌后作战，所以他是很靠近敌占区，国民党的这个军队的反攻呢是从南向北推进，这还有相当一部分部队是在这个大后方。接到蒋介石的电报，毛泽东和朱德十分清楚，利用盟军总部一切日军必须无条件向蒋委员长投降的协定，蒋介石实际上否认了共产党接受日军投降的权利。愤怒之余，朱德给蒋介石回电，电文中极其犀利地指责蒋介石私心严重，并指出日本天皇尚未正式宣布投降，中华大地对日作战仍在进行，在此时让共产党驻防待命，等于对国土完整和人民安全不负责任。与此同时，毛泽东针锋相对，为新华社起草了题为《蒋介石在挑动内战》的文章，就蒋介石要求朱德原地驻防待命一事做出正面回应。因为国共斗争的特点嘛，就是一手武，一手文。那么大多数情况下呢，在抗战以前，那基本上都是以武力为主的。那么抗战结束的时候呢，实际上也还是在考虑到底用哪一手。从共产党的角度来看，那国民党是准备这个打内战的，那么共产党的准备也是这样。但是到这个时候呢，情况有一个很大的变化。这个很大的变化就是蒋介石和苏联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根据1945年2月苏美英三国在苏联雅尔塔订立的密约，在中苏条约谈判中，中国的权益有不少损失，而蒋介石希望以此作为交换，让苏联答应支持国民政府为中国唯一政府，不再支持共产党，转而支持国民党。当时正在谈判这个中苏友好同盟条约，那这个时候蒋非常关切，他当时甚至认为说那是最重要的事。因为什么？因为按照当时的议程的话，应该是在8月14号早上6点前，可是蒋就每天都在观察电报，可是甚至到了8月12号的时候，看他日记，他说已经有2天没有消息了，所以他那天就打了3个电报问到底进行怎么样。
所以后来当这个知道说确定没有问题的时候，这个也变成说因为中苏要有什么条约，条约是政府跟政府的关系，代表当时苏联愿意以国民政府为唯一的政府，而且呢这不会来鼓励内战。最终在蒋介石的授意下，1945年8月14日，时任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的王世杰同苏联外长莫洛托夫在莫斯科正式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此前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就已经公开表示支持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这次又得到苏联的帮助，蒋介石内心顿感胜券在握。接下来他做出了一个在他自己看来最正确最重要的决定，给毛泽东发去了一份电报。究竟这封电报里面都说了些什么？他为什么要给毛泽东发这封电报？因为中苏友好条约规定，这个苏联只支持国民政府，所有的援助只给予国民政府，这个就对蒋介石来讲呢，他觉得是向共产党施加压力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砝码啊，而且呢也是一个机会，所以你看14号这一天是很关键的。这一天呢，一个是日本正式递交了这个投降照会，同一天呢也是中苏同盟条约正式签字，然后也是在这一天，蒋介石呢给毛泽东发了一个电报。那么这个再早稍微早一点这个王世杰给蒋介石发了一个电报来汇报这个中苏条约谈判，他就讲呢，这个条约对我们最重要的一个意义呢，就是说明了这个苏联是支持国民政府的。然后呢，这个15号的晚上，这个蒋介石呢见这个美国大使赫尔利，向他通报这个中苏条约谈判的情况。蒋介石呢也是特别强调这一点，就是苏联支持这个国民政府，而且支持这个由国民政府来统一武装力量，全国的武装力量。所以赫尔利一听到这个，就马上就建议，那你现在可以请毛泽东来谈判了。那其实这时候电报已经发了。蒋认为说，当时假如苏联真的能够这个守这个条约的话，那这个就是国内问题，就对他讲简单的很多了。所以当时他认为形势是很好，他从这个角度来思考，所以为什么他在8月14号的时候会突然打电报到延安去，就发出邀请。他第一封电报就是讲说，我假如我没记错，一开始讲说这个倭寇已经战败了，那现在可以这个就说来大家来共商国事啊，那希望这个毛能够到陪都来，他再用这样的字句，那写得非常客气。1945年8月14日，蒋介石在给毛泽东的这份电报中写道：“万吉，延安，毛泽东先生勋鉴。”倭寇投降，世界永久和平局面可期实现，举凡国际国内各种重要问题亟待解决，特请先生刻日会临陪都共同商讨，事关国家大计，信勿吝驾，临电不胜迫切悬盼之至，蒋中正。在8年抗战中，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和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始终保持着一种复杂而微妙的关系。蒋介石的日记对共产党时而称共党，时而称共匪，飘忽不定。现在他突然邀请毛泽东到重庆来共同商讨国家大事，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呢？当时蒋介石他主动先发这封电报的目的是什么？他是真的想诚心诚意的请毛泽东到重庆去谈判吗？他当时真实目的是什么？为什么要发这么一封电报？他当时是想采取一个主动的情况。因为当时我讲了，这国际问题假如没什么问题的话，这个国内当然民心厌战，因为战争好不容易胜利，这个也不愿意以后再看到内战，所以他这个有国内宣传的意味。对他最有利的是，他把这个不管是毛也好或共方也好，逼到一个角落，就说你看，今天你跟我谈也很难，不跟我谈也很难，其实他对他是非常有利的情况。
写完这份给毛泽东的电报之后，或许是对自己过于自信，兴奋之余的蒋介石一时竟然忘记将此事通知给自己的文胆陈布雷。此前与毛泽东谈判最早出自文官吴鼎昌的报告，蒋介石在撰写电文时直接叫来了吴鼎昌商议，所以在没有通知陈布雷的情况下，蒋介石就向延安发出了邀请。第二天，蒋介石命令吴鼎昌把电文发表在《大公报》上，好让全国人民都看到他和谈的诚意。结果看到这封电文后，《大公报》的总编辑面对这条内容惊世骇俗的新闻突然犹豫不决。按照惯例，重大新闻一概由陈布雷送达，眼前的吴鼎昌虽然相熟，但如此重大的新闻他不敢贸然发表。于是这位总编命手下将新闻刊登在报纸小样中，直接送往陈布雷的办公室进行审核。陈布雷看到新闻后，认为这种事情绝不可能发生，竟然决定扣发。待蒋介石告知陈布雷实情，《大公报》刊登电文之时，已经又过去了一天的时间了。面对蒋介石突如其来的邀请，毛泽东颇感意外，延安方面第一反应也认为蒋介石另有企图。据说当时这封电报让延安那方面好像也真是有点措手不及，毛泽东当时什么样的反应？当然讲的这个形式啊，他是深思熟虑，因为按照一般的谈判规律，都是先从比较低的层次来接触起，谈的差不多了，有关键问题没解决，那两边这个最高的这个领导人再出面来沟通。讲这办法就是上来我就要，咱们就进行最高层的会谈，那么这个会谈结果是很难预料的，那么蒋本人认为他是有把握的，所以这个电报发到延安以后呢，延安第一个反应就普遍的反应就是这是蒋介石要搞鸿门宴，所以这个毛主席这个不能去，所以周恩来当时也判断说这个蒋这个时候来发这个电报呢，纯粹是这个欺骗，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毛泽东第一封回电态度非常冷淡。但是这个时候呢，这个其实呢还有一点情况呢变化，就是原来呢在11号之前，这个中共中央曾经考虑啊，就是抗战快打完了嘛，那应该还是在个适当的时机啊，能够把国共谈判给恢复，但是这个蒋介石发布了11号的命令之后，这个中共领导层就放弃了这考虑，就是说看来蒋没有意思要谈，所以这时候接到蒋的电报，第一个反应呢，应该说是比较就是出乎意料。早在1924年国共第一次合作时期，毛泽东和蒋介石就已经相识，两人关系随着石海沉浮发生了数度变化。1924年，时任黄埔军校校长的蒋介石邀请毛泽东为学生们讲演，他本人亲自到黄埔岛码头接送毛泽东，对毛泽东礼敬有加。然而到了1926年，蒋介石以整理党务为名，打击国共合作时期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人。从1927年开始，国共关系破裂长达10年之久。在此期间，蒋介石还曾悬赏通缉毛泽东的人头，开价25万大洋。按照当时的购买力，20个大洋就可供一个3到5口之家一个月的吃穿用度，25万大洋无异于一个天文数字。从1926年到1945年，蒋介石与毛泽东19年不曾见面。在抗战即将胜利之时，突然接到蒋介石的邀请，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其他领导同志都十分谨慎，甚至对蒋介石的这一举动充满了对立情绪，这也体现在他们给蒋介石回电的用词之中。那可是毛回的时候呢，回得非常简单，假如这个前面什么什么电来西夫不看的话，只有37个字，可是37个字中间呢，他用就称呼说你讲了三个，你看才37个字，讲3个你，讲1个我，
毛的电报主要是说这个，就是在蒋十一号下了八路军原地待命的这个命令之后，这个朱总司令有一个电报去反驳这个蒋介石。所以毛在这个电报里呢，他就说啊，只有等你答复了朱总司令的电报，哎，我才会考虑去重庆。这个蒋在当然收到的第一封回电以后啊，他为什么不死心啊？他是不高兴，他说只以忘人事。1945年8月14日，收到八年抗战的盟友毛泽东的回电，蒋介石非常不快，刻薄地称毛泽东是忘人。第二天8月15日正午，日本裕仁天皇通过广播发表停战诏书，正式宣布日本无条件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战以世界人民的胜利告终。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消息传到了重庆，受尽了千辛万苦的老百姓像着了魔似的自动的庆祝起来了。日本投降之后，蒋介石立刻发表了抗战胜利告全国军民及全世界人士书，字里行间却对日本以德报怨，充满宽容和仁爱。今天集中已为我们门放红灯打倒了。抗战以胜利告终，国内局势一下子变得紧张起来。为了展示国民政府期待和平的姿态，将破坏和平的帽子扣到共产党头上，蒋介石在8月20日又一次向延安发出电报，邀请毛泽东赴重庆进行和平谈判。他到了20号的时候啊，这发第二封。第二封很奇怪，写得好长，而且写得继续那么客气，好像一副大家应该相忍为国。而且这个蒋怎么样呢？他没有几天就把这个邀请的函再报上，所以这个真是就是说摊开来，让你很难，就说这个很难拒绝，很难下台这样子。等到蒋的第二封电报好像是20号吧？20号，哎，你看一下毛泽东在20号以后处理的这个文件，你就会发现。20号以前呢，他最关心的全部是军事问题，但是20号以后开始考虑的主要就是这个国共和谈的问题。嗯，啊，那这个时候呢，这个其实20号这天收到第二封电报的时候，这个毛泽东跟周恩来两个人就商量了，就决定让周恩来先去，啊，而且呢，当天周恩来就给南方局。这个发了电报，要求南方局呢跟这个邵力子联系，就是请这个国民党方面派飞机来啊。所以其实你可以看出来，第二封电报没回，但是已经准备考虑要恢复和谈的问题。所以到22号，这个第二封这个复电啊，这个语气就客气得多啊，就是说呢，就表示这个先派这个周恩来去谈。毛在第二封回电的时候又讲派周恩来先去，写得非常客气，先来敬业，对不对？那时候称蒋也称为先生了，就是这可以看到很微妙的转变，是的确在那个前后啊，这个他已经改变了。这个过程中间的确可以看到这个中共一直在怎么样去拿捏，就说这个谈判谁先去，然后做怎么样的准备，同时对蒋的态度是很清楚的，对。抗战胜利后，蒋介石为自己制定了一个重要任务。蒋介石他的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要在战后制止共产党势力做大。三次电邀毛泽东到重庆和谈，蒋介石到底有何目的？他把毛也好或共方也好逼到一个角落，就说你看，今天你跟我谈也很难，不跟我谈也很难。面对一场鸿门宴，毛泽东共产党方面又将何去何从？周恩来当时也判断说，这个蒋这个时候来发这个电报呢，纯粹是这个欺骗。危急时刻，毛泽东不顾安危亲自赴渝，他的人身安全谁来保障？没人可以担保他的安全。天涯共此时为您讲述重庆谈判之前，毛泽东与蒋介石之间鲜为人知的较量。关于毛泽东去重庆的态度转变问题，存在着许多不同的传言。根据毛泽东额外翻译施哲回忆录的记载，
曾经有两封十分神秘的电报突然到达延安。好像俄共中央委员会也给延安发了一封电报。啊，据说是发过两封电报。嗯。啊，第一封电报呢，就是讲这个，抗战结束以后，中国不能再发生内战。啊，发生内战的话，中华民族有毁灭的危险。嗯。这个电报呢，据说是毛泽东是非常的不快。那么后来就又发了一封电报，啊，就是说呢，这个蒋介石已经三次请你，啊，这样你要不去的话呢，在政治上就会没有主动权，啊，而且应该中国还是应该争取和平。嗯。现在苏联的这两封电报呢，我们找不着这个原始的档案。嗯。而且据说这个苏联电报呢，也不是用苏共中央的名义发的，而是用白俄罗斯共产党中央名义发的。嗯。啊，当然，这个我们都会知道，一定是苏联的这个最高层的这个决定。啊，这里头如果要讲呢，还有一个有挺有意思的事儿，就是原来赫尔利到延安来的时候呢，他去了一趟苏联大使馆，啊，他要求苏联大使啊跟他一起去延安。啊，苏联大使就表示拒绝了，就说我们苏联从来不干涉别的国家的内政，啊，所以我们不介入这个国共谈判，啊，所以这个也可能是为什么这个苏共中央的电报啊没有用苏共中央的名字，啊，这可能也跟这个有关。但是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收电时间不知道，准确的电文不知道，我们现在知道的都是当年毛主席的翻译施哲的回忆啊透露的这个情况，啊，所以这回忆录呢隔了那么多年，就它是不是很准确，这就比较难说，还有待考证。另外从毛泽东所有的谈话里面，啊，就是用我看了现有的档案，啊，所有的这个关于重庆谈判这个中共方面答案，毛泽东都没有提到这个苏共中央的电报。嗯，啊，这个当然也这个不能说明就没有这电报，但是呢，从他的整个行文和当时这个所有的分析来看，在美苏这两国的态度中，共产党更关心的是美国人的态度，因为他对中国的影响更直接。时局的瞬息万变，让还在成长中的共产党措手不及。究竟怎样解决毛泽东去重庆谈判的问题，一直是延安上空最悬而未决的难题。就在此时，1945年8月23日，蒋介石向毛泽东发出了第三封邀请函。在他看来，推卸内战责任已经做到极致，毛泽东很快就会进入他布置的棋局。他不禁欣赏起自己的妙计，把亢奋的情绪都记录到了日记里。刚才你也提到啊，一共发了三封电报，就是第一封发过去以后态度冷淡嘛，回复得很冷淡，但是为什么接下来第二封第三封还是紧跟着要发出这种邀请，蒋介石怎么想？蒋在发过这三封以后啊，他到八月底的时候，他日记，他们到最后每个月都有一个这个本月反省录，他在反省录中间讲说，这三封邀请函呢，写得太成功了，可以列为将来历史的档案，就他可见的他这个他是怎么来看这个他写的这三封邀请函。这三封电报是蒋亲手写的，就说很重要，就是说这个为什么呢？因为蒋认为他那个时候是等于讲什么，也控制全局，所以他可以采取主动，然后他来，这也是电报是表示他的立场，或者说呢，他这个可以看出他相当的。对这个电报他相当的自满。面对蒋介石的再三邀请以及新闻媒体的大肆宣扬，尤其是苏联表态支持蒋介石，共产党内许多同志流露出失望和担忧的情绪。针对内外两方面存在的问题，8月23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毛泽东在会上发言，他决定亲自赴重庆进行谈判，并向大家解释了应该如何看待中苏条约的问题。那么刚才两位谈到了，一开始毛泽东是并不想去的，但是最终还是去了。啊，他这个思想上是怎么转变的？为什么最终他答应去了？您怎么看？因为这三封电报呢，就是蒋
这个一再表示自己的诚意。嗯，那这实际上呢，他就是要看看你这个共产党方面啊，毛泽东他要做什么反应。这一段时期呢，对共产党来说呢，对整个形势的判断是有一个比较大的变化。22号到这个讲第三封电报这个期间呢，是共产党决策中这个非常重要的一段啊，就是8月23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呢开了一个会。是一个政治局的扩大会议，大概有50多个高级领导，参加。那差不多在延安最重要的共产党干部都参加了，那么这个会上呢，这个毛泽东就讲了几个方面的问题。很重要的一个内容就是他讲这个中苏条约，因为中苏条约啊，确实是出乎党内大多数人的预料，就没想到。苏联签这个条约啊，完全就是表示一个支持国民党的态度啊。那么共产党认为，你不管怎么样，你苏联还是应该起码在里头要给共产党留一定的这个地位，要是吧？要保证这个东西，但是也没有，所以就使得这个延安的一些干部啊，这个听到这个消息以后比较失望啊。所以毛泽东当时就讲这个问题啊，就讲了现在呢，美苏都不愿意中国发生内战。如果苏联公开支持共产党，美国必然支持国民党，这样呢，就和平就不可能，所以这个美国不支持国民党，也就决定了苏联现在不能公开支持我们。所以这一点呢，要看清楚，说是苏联不支持我们比支持我们有利，从争取和平的角度，当时刘少奇讲过一句话，就是说虽然苏联不支持我们，这个起码公开不支持我们，但是总不至于。这个兜着屁股打我们，所以我们这个背靠苏联，我们还是比较容易掌握战略主动。毛泽东对时局的深刻剖析，缓解了大家的失望情绪，但是接下来又有一个更重要的问题摆在大家面前：如果毛泽东真的亲自赴重庆进行和谈，他的人身安全应该如何保障？毕竟。蒋介石曾经扬言要杀毛泽东，再加上张学良的前车之鉴，这些都不得不引起中共中央的高度警惕。那其实呢，在这个23号这个会啊，其实就很能说明这个毛泽东思想上已经基本有一个变化。因为这个会呢，你从整个会议的记录来看，毛泽东是完全是他主导的。而且你通过这个讲话一看出，那个时候他已经决定，基本上决定要去。但是当时这个大家参加会一共50多个人嘛，这些高干讨论的时候呢，一个呢同意毛泽东对局势的判断，但是对毛去不去，这个大家还是反对的人比较多，就认为这个安全还是有问题。1945年8月25日，毛泽东做出最终决定。他将同周恩来、王若飞一起应邀前往重庆与蒋介石见面，这是冒着极大的风险的一次行动。毛泽东心里明白，蒋介石若想在重庆搞点动作，简直易如反掌。临行前，毛泽东与刘少奇谈了一天一夜，并将党中央的工作交给刘少奇来负责。为了缓解党内同志对毛泽东安全的异常担心，也为了防止国民党派来的飞机意外失事，中共中央要求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亲自来延安接毛泽东，并坐同一架飞机去重庆进行谈判。为了表示诚意，国民政府方面同时派出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张治中将军代表蒋介石随赫尔利一同前往延安。在这个重庆谈判即将开始的时候，当时美国呢就是派赫尔利啊这位大使去延安去拜访毛泽东。当时为什么派他去？什么样的目的？这里头国际背景这个稍微有一点复杂啊。这个赫尔利，首先先说赫尔利为什么要来。赫尔利呢，其实呢他是这个1944年，就战争进行期间国共矛盾比较大的时候，这个美国就开始要调解国共矛盾啊，所以那时候赫尔利44年的时候秋天啊，他就作为罗斯福总统的特使到了延安。那么那次谈判呢，最后就
就没有谈成啊。因为赫尔利呢也是两头，这个观点两头变。他在延安跟毛泽东谈的挺好，他签了一个跟毛泽东签了一个五点协议，就是建立联合政府的啊。但是回去以后蒋介石不同意啊，他就把这个他又倒向蒋介石一边啊，就认为还是要这个维持现在的这个就是国民党的这个政府体、国民政府的这个体系。嗯。那么这样呢，中共方面也不答应啊，这样这个谈判就进行不下去了。嗯。而那个时候呢，这个赫尔利后来采取的办法呢，就是压共产党来接受国民党的条件，接受蒋介石的条件。嗯。那这样呢，这个他跟共产党的关系也就搞得比较僵了。嗯啊，但是他当时呢，谈判虽然破裂了，他有一个承诺，啊，他说什么时候毛泽东先生愿意去重庆，啊，和蒋介石先生会谈，那他愿意陪同前往，啊，而且他要保证这个毛主席的安全，嗯，所以他这次来呢，他是有一点履行承诺的意思，嗯，啊，所以他二十号他就通过魏德迈，啊，就向毛泽东表示。他要来，毛泽东基本上觉得吧，安全是有保障，因为这个一个赫尔利来亲自来接，是吧？另外一个这个张治中啊，就是这个也作为蒋介石的这个代表，也亲自到延安来接。那么另外一个呢，这么万众瞩目的一个活动啊，在这个时候你要做点什么的话，那政治损失会是非常大。所以安全问题呢，这个主要是怕发生意外，啊，这总的考虑没有太多的问题。但是这里头呢，确实有一个，就是这个毛泽东走了，周恩来走了，啊，都到重庆去了。那延安毕竟还是党中央，党中央要有一个人主持工作，那这个时候就确定是刘少奇来主持工作。嗯，不过根据赫尔利的资料来看啊。他认为说，这个中国方面还是一直在担心这个毛的安全问题。那这个赫尔利也再去见老蒋，谈到这个事情，老蒋说他以他的这个话语和这个人格来担保，所以这些东西呢，这个赫尔利也都把它写下来。所以的确，当时安全也是一个考量，就是。那毛泽东在这个服饰上啊，是有什么特别的讲究吗？就是知道这个帽子，有人回忆说这个帽子原来是周恩来的，嗯，啊，就把这个帽子给了毛泽东。毛穿的衣服呢，还是灰布衣服，嗯，啊，可能就是比较整，比较整洁，比较干净。1945年8月28日下午3时45分，重庆的天空中传来隆隆的飞机轰鸣声，一架草绿色的三引擎飞机从蓝天深处缓缓飞来，降落在机场上。舱门打开，第一次坐飞机出行的毛泽东。身着蓝灰色中山装，头戴孙中山先生生前最喜爱的巴拿马帽，脚踏黑色皮鞋，神采奕奕地向接机的人群招手。大批中外记者蜂拥而上，闪光灯和记者们的提问声汇成一片。眼前的一幕给站在毛泽东身边的赫尔利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称赞毛泽东将这里变成了好莱坞。然而在国民党方面前来接机的人群中，却没有见到蒋介石的身影。那说到这个到机场以后啊，很多媒体的记者啊，包括很多的人群都来欢迎，但是为什么啊，这个发出一再接而再再而三发出邀请电报的这个主人蒋介石他没有去迎接？其实这个是蒋一贯的做法，他非常这个坚持自己的身份，他认为说这个派的这个侍从是主任啊，或者一些要员去啊，他认为说这个是可以，这个就是表示礼貌，他代表他的层级也是要高级他的一等，这是很清楚，所以他送的时候也不送，这个接的时候也不接。在蒋看来嘛，他是这个中央政府的代表，嗯，啊，这个毛泽东只是一个党派的领导人，嗯，他的蒋很自然的认为他跟毛不是一个层次，所以他不能屈尊来迎接毛，而且他认为他礼数做得很够了，嗯，啊，又派了张治中，张治中跟蒋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这个到延安去接，然后他又派了自己的侍从室主任，周志柔，啊，到机场去接，作为他的代表，
嗯，所以他认为这已经足够了。嗯，毛泽东如此果断的决定应邀前来，让蒋介石一时间有些急于应对。当毛泽东的专机在重庆九龙坡机场降落之时，蒋委员长正忙着召开紧急会议，商讨对共和谈方案。从1945年8月14日蒋介石电邀毛泽东开始，国民政府最大限度地从外交、军事和政治三方面向中共施加压力，希望赢得战后的政治主动权。然而，当毛泽东出人意料地前往重庆，主动权逐渐开始向共产党转移。于是，酷热天气中的重庆，在蒋介石与毛泽东之间，一场事关两个政党和中国命运的谈判与较量，即将拉开大幕。